我摇上车牌号了。那买车需要多少钱？20万左右应该就差不多。20万？我考不考？那钱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你留着钱干啥呀？难道用来买墓地？趁着年轻为自己考虑，不为自己考虑，那大宝上幼儿园需要司机，当司机得有车，有车就得看。咱们周末有时间，媳妇陪我去看一看，去看一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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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只是看一看啊，看一看。